操盘战将。大家收看操盘战将，今天很开心，今天很高兴，喜上眉梢，喜事连连。老师是因为100涨197点吗？老师，你开心的是大涨197吗？这是上个礼拜五，哦，3月15号我跟各位讲的，今天报纸的头版，3月18号今天报纸的头版。等一下，你开心吗？我反问你，你开心吗？看到了哦，看你你，有来压的，有来拿的，有来拿的，有来要的哈、哦，哦，乌来贴，看到了哦，开心吗？高不高兴？我跟你讲，未来你会更高兴，未来你会更开心。今天开心，有很多的事项，有很多的亮点，甚至是爆点。我更开心的是这一支。在上个礼拜，市场上充斥的垃圾盘，市场上充斥那些中小型股在那里杀，杀无赦，在那里跳水，甚至有人说崩盘来形容。清俊的这支股票，我记得那时候是礼拜一给大家的股票，新复兴。侧标看一下，我跟你讲，我们一起来数，新复兴十支了，104%算十支嘛，对不对？我们一起来数，我跟你讲，更快乐的事情会在后面啊，你知道吗？今天早上，应该说上个礼拜五收盘。当我看到美国股市这样的走法，我马上啊，你看那个道琼跌190，纳斯达跌155，费德曼跌25点。我在那里看，看晚上的财经节目，看晚上的投顾节目，他们是怎么去讲、去评断。尤其上个礼拜五，大盘跌了260多点，250、260点，惨啊！哇！你知道吗？我连看到一些连做多的、看多的分析师，他们心里动摇了。他们看到近期他们的股票跌跌不休，然后再看到大盘这样跌200多点的时候，他们动摇了，你知道吗？连节目都不做了，消失了。然后呢，我看他们在 YouTube 上的讲法是戒慎，是有点保守的。然后呢，不敢讲得很明确。不敢告诉你未来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也看不懂。这两天那个统一集团，哦，他说他看不懂今年的景气跟资本市场的一些关系，他看不懂，一看不啦，人之常情啊。不好意思啊，我看得懂，我跟他们不一样，他们看不懂，我看得懂，我看有。可是老师，今天好像是垃圾盘呢，你确定是垃圾盘吗？今天台积电上涨14块，可是你看今天的盘面，像是垃圾盘吗？不像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为什么不像？为什么不一样了？台积电上涨，根据我们前几天的惯例，上一两个礼拜之前的惯例，每次台积电上涨，哇！其他中小型股就遭殃，
就是台积电上演一个人的武林，他要一枝独秀嘛，那其他都是牺牲党陪绑的，甚至呢暗自垂泪，一直往下跌，哎，很多哎、欸、，IP 股啦 ，IC 设计啊，很多的一些族群啊，不分族群，不分股票，几乎都一起往下跌。那个时候台积电真的是诟病啊，被人家怨恨了，你知道吗？可是今天不一样啊，今天是快乐的礼拜一，不是黑色星期一啦，哦。不是忧郁 Blue Monday 忧郁的星期一啦，奇怪，我怎么听到有人在讲这是黑色星期一可能要来了，忧郁的星期一可能会看到。那是因为你没有来拿我的股票，你没有来报我的股票啊，各位，我看到今天报纸的头版，先进封装厂台积大家吗？厉害，真会选时机。每次啊，哦，你看上个礼拜五跌200多点，所以哦，我不是说这是冥冥之中自有安排，不是。我觉得是一种默契，我们业内跟应该说媒体跟我们业内的一种默契，默契啦。哦，这是一种也许是私底下的，也许是长期时间，应该说长期时间以来的一种默契，就是我们的业内哦，跟媒体好像都有一种，啊，就是互通有无的感觉啦。哦，到了一些关键时刻，大家互相各自拉台，或是互相对不对？鱼帮水，水帮鱼，这样很好啊，很棒啊。台积电今天上涨啊。今天很多设备股也在涨啊 ，CoWoS 概念股今天发光发热啊，很好啊。所以台北股市绝对有话题，依然有话题，而且话题会不断的持续。话题是它有连续性的，它不是断的，它有连续性的。所以现阶段这个行情，我就不知道了，我就不懂了。很多人在看空，包括你在内，你也在看坏。你看到我的股票之前在拉回来的时候呢？你就在那里，哎呀，老师跌下来了，然后呢，就在那里，我听到有人在讲啊，你看这个没有赚钱的股票，投机的股票跌下来了吼，跌下来了吼，我知道啊，奇怪了，在这一段你们都没有，在这一段你们都没买，你们都不讲，然后呢稍微拉回，我问各位一个问题啊，神盾他要转型 IP 股。因为今年的 AI 让 IP 整个真的咸鱼大翻身，过去的 IP 因为没有 AI， 也许它会在不同的领域 IP 股会涨，但是呢那个题材性加进去里面感觉那个发酵程度不大，但是今年的 AI 让很多的 IP 股真的水涨船高啊，真的会涨到让市场很难以置信的一个价位。你看四星上个礼拜四涨停板，我跟各位讲，我说什么，你去看我上个礼拜四的节目啊，我讲什么，讲完之后今天轮到神盾了，你不觉得是一种巧，你会觉得这是一种巧合是不是，你觉得这是一种巧合吗？都没有讲好吗？但重点不是啦，重点是在那里面的朋友们，你们在神盾拉回来的过程里面，你们问我的问题，对，我今天很骄傲，我很大声的讲出来，怎样？看到了吧？开心吧？有赚到吧？我跟你讲，赚钱才是重点啦，你一直讲那个产业面怎么样，讲基本面怎么样，干嘛？上课啊？我听你在上课啊？我会觉得很无聊、欸、你要告诉我你的 IP， 或是你要告诉我你的那个产品半导体怎么制造的，怎么做的，你要告诉我 EPS， 你要告诉我每个月的营收，偶尔听听还 OK 啦，
可是你长时间听这种内容，我跟你讲，你会无聊，你会想转台，你会想睡觉，真的。但是如果你听的是说，我告诉你怎么赚钱，我告诉你买哪一只股票会让你大赚特赚，会让你大赚特赚。今天安国老师，神盾集团要大反攻了吗？你问我这个问题啊、哦？我问你的是，你有没有跟我去买？你有没有赚到这支股票的涨停板？我想问你的是这个，你有没有在那里面来问我之前拉回来的股票？你有没有问？我想问的是这个，不是神盾今天拉涨停板怎样？怎样？我们已经赚很多啦。如果拉回来，老师你们有没有在边进场加码买进？还是你这边高出，然后这边有低进？我跟你讲啦，你问这些问题哦，是因为你没有跟在我身边啦。你跟在我身边，你不会问这种问题。你要问的问题是，老师我们赚钱了，今天涨停板的可不可以卖一些？要不要出一半？要不要出个几张？老师明天还会可不可以续涨？如果你有跟在我身边，你会问这个问题，而不是问我说，老师今天神盾涨停板的可以加码买吗？可以进场买吗？后面还会不会涨？你跟在身边跟不跟在我身边，那个问的问题是简直是两个世界，你知道吗？但我习惯了，我习惯了。啊，你们都是问我这些问题啊，所以我大概知道你们现在的那个位置在哪里，你们现在的情境在哪里，你们现在的心态是什么，还有你们的想法是什么。我知道你想赚钱，但是呢，既期待又怕受伤害，那很简单嘛，你就来拿我的股票不就好了吗？对不对？今天神盾涨停板，这代表什么意义？我就问你啊，什么意义？什么意义？我是想跟你讲啊，各位啊，我们台北股市啊，真的，你不要小看啊，今天大涨197点啊，哦，老师，20000点是不是又要来了？啊，我只能说，20000点迟早会站稳，20000点不是天花板。20000点迟早会站稳，为什么？对，你一定会问，我要说为什么？凭什么嘛？为什么要加码嘛？我就问你嘛，为什么要加码？哎，是那个要建一个厂，建一个设备厂，很贵哎，不少钱呢，为什么要加码嘛？因为客户需求很大啊。世界的 AI 对 AI 的需求太大了，太过庞大了，所以要加码。你不加码，你怎么把货产品先进封装的 GPU 交给辉达呢？他下了那么多的单子啊，怎么办？我知道扩充啊，我知道扩厂啊。各位，他扩厂谁会受惠？谁会受惠？对。有连带，有群带关系，有连带关系，所以我跟你讲说，来跟在清俊身边，我带你去买股票，我带你来操作。你看我话都讲在前面，各位啊，上次我跟你讲 AI 算力辉达3月12号，我跟你讲的，我有没有先讲？我问你啊，各位，我有没有先讲啊？我有没有先讲？我有没有提前告诉你？有吗？有吧？我有没有预告？有啊，我有预告啊，各位，我有预告啊。你看那个双红，我有预告啊。我不会因为说短线拉回，然后就在那里好像说啊，当作没有这回事的，没有啊。我又跟你讲啊，我上个礼拜五，我记得好像我还继续重复啊，我说这两块你要注意啊。还有一只，各位，我要讲啊，哎，光通讯，
好了，不多说了啦。我只想告诉你，各位，来拿我的股票，你来拿我的标的，好不好？我知道你想赚钱。今天台北股市涨了197点，你心痒，你手也痒了，你也想去买股票，你也想赚钱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你今天盘后我猜啊，如果我猜的没错，你一定会去看很多投顾节目，看网上的财经节目，看看有没有人可以讲到你的心坎里，看看有没有人免费报你名牌，对不对？能买吗？他们报的牌你敢买吗？你愿意买吗？你愿意花多少钱买？买一张吗？还是压下去全压10张、20张、50张、100张？你看了网上的财经节目，分析师主持人那个分析师列做一排，3个、4个、5个，每个人讲个几档股票，一条节目加起来起码10档、20档，你要买哪一只？你要买哪一只啊？好了，就算你选好了那一只，你敢重压吗？他只告诉你股票，叫你去买什么，可是呢，什么时候卖不知道，万一跌下来嘞，怎么处理你也不知道，因为隔天他可能就不见了。他可能消失了，主持人可能又要找新的来宾，特别来宾，财经专家，他可能要下个礼拜才会出现。万一你的股票买下去一直跌怎么办呢？来找清俊，各位，你看这只股票，扫描来拿我这只股票的人，扫描来拿我这只股票的人，你扫描，我给你什么？我给你涨停板。你扫描，我给你涨停板。各位，难道我说错了吗？难道我说到没有做到吗？我上面写什么？难道我写错了吗？不是2个、3个就可以结束的。各位，今天几趴了？几趴了？我有没有验证？有吧？哈。我告诉你，我还要验证这一支啊！我还要验证这一支，就是这支啊！但是，重点来了，在讲这支之前，我一定要讲它新复星。今天没有涨停，但是来到84块钱了，哇哇！我跟你讲啊，这支股票啊，我记得也是礼拜一给大家，1月15号给大家。1月16号，我叫你们来拿，在 LINE 群组，你扫描加 LINE 留下电话，或不管怎么样，在 LINE 里面去拿我的股票，去拿我这一支，不要客气，不要客气。然后1月16号你自己去买，42块附近，时间到了，我就会在电视上 VCR check out 那支股票。涨停板48.4，你买在哪里？我说时机到了，我会在电视上公开。我公开的价位48块多，今天来到多少钱呢？多少钱？你不觉得它是一个很安稳的股票吗？当上个礼拜中小型股都在拉回来的时候，你不觉得它很抗跌吗？为什么那么抗跌？各位，104%了，为什么？为什么它那么抗跌？因为这股力量，因为后面的人，因为后面的买盘，因为背后的筹码。如果再来一只，再来一只，那就是他了。我今天兴奋，我今天开心，我高兴，不是因为大盘今天大涨了197点，不是，而是这一支又可以让你再一次成为有钱人，又可以让你再一次大赚一票。当新复星狂飙104%，各位，一倍的，我开心的是这支股票涨了一倍，从我48块钱开到现在为止，今天来到了84块。
所有的人一路走来，二月、三月，你们都看在眼里啊！啊，拿到我的股票，不仅看在眼里，感恩也在心里。然后他们会问我一件事情：老师，我好开心，我赚到了。下一支是谁？下一支在哪里？我跟你们说，不要急，不要急，你等我，我会时间到了，时机到了，我会在电视上公开的。一倍了，各位，一倍了。那个时候，如果你买在这里，你买在这边，你知道你赚多少钱吗？连我看我电视节目的观众哦，当我公开，他们隔天跑去买，就算短线被套，各位啊，84块了啦，涨到这边来了啦。就算老师我买了短套了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赚钱啊？怎么办？你就数涨停啊？怎么办？一倍的，各位，104%了。下一支，老师，这会不会一倍？你自己去数啊。你今天来拿，明天跟我们一起数就好了。会有多少？各位啊，我之前上次跟你讲，会有多少涨停板 ？LINE 群组告诉你，结果好多哦，是不是很多？哎，如果这个更多嘞？如果这个更多嘞？如果这个多到你受不了嘞？那个这个多到你会发疯，老师怎么办？赚太多了，什么时候要卖？各位啊，你要不要来拿？你今天要不要来拿？你要不要来啊？是什么题材？你不要管什么题材啦，你就看我节目就知道我节目在跟你讲什么嘛，你就来拿就对了。我跟你讲，下一支之前，我告诉你下一支，结果这支股票一倍。今天再创波段新高，所有买的人，连你上个礼拜四啊，更正，上个礼拜三对不对？在这边，老师我买的追高了，套牢了，套牢又怎样？我全部给你解套兼获利啦，全部过高，没事。这样的买盘，这样的力量，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支，就是它，它就是下一支的新复星。各位，上次我跟你讲，如果那个时候你有来扫描，如果你有加 LINE， 在 LINE 里面来索取，留电话索取，管尽办法拿我这一支，到今天为止一倍，今天来拿，在 LINE 群组，各位会有多少？我就跟你讲，我就告诉你会有多少。下一支新复星，各位好好把握。进广告。金融献瑞贺新春，168飞龙在天专案，金融飞天让你旺一整年，发财专线02-8511-3366，02-8511-3366，鼎业投顾。相信从鼎业开始，我们是一群共同追求股市决胜大师级的研究团队，从实战中克服人性并战胜主力，我们不断地超越自己，也协助您实践梦想。相信从鼎业开始，我们希望复制一个又一个成功者的故事，而每一个成功者都有一个开始。相信我们的专业，相信自己，您就能找到成功的道路。相信专线02-8511-3366，8511-3366，鼎业投顾。看全球财经台，除了家中有线电视之外，您还可以这么做：网路影音平台 YouTube， 能上网就能看，而且免费。改变收视习惯，就从全球财经台开始。操盘战将，
扫描？要不要扫？要不要扫？要不要赚？想不想赚？金俊佳，你怎么赚？好不好？这一支，赶快来拿，赶快来呀！扫描赚涨停，涨停涨不停，例子就是这支啊！啊，真的涨停涨不停啊！真的啊！啊，叫你来扫，我有真的叫你来扫啊，没有错啊！加 LINE 啊 ，LINE 群组有没有？真的涨停涨不停啊！没有错啊，涨停涨不停啊！啊，这个也是。啊，再来一次，新复星104%，会不会比他强？会不会比他厉害？会不会要更新他的记录，改写他的记录，再比他的记录更高？这一支会不会？会有多少？老师会不会比他多？哎，如果比他多嘞？如果比他多嘞？如果这一支的涨停板又比他多，比新复星还要来得多？啊，你知道你明天，从明天开始，从明天开始到下个月，会有多少？会赚多少？加啦，留电话，这支股票，下支新复星送给你，明天见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金融现瑞贺新春168飞龙在天专案，金融飞天让你旺一整年，发财专线